好，来看到玉里有一名何姓男子，半夜刚从赤客山下山，发现加油站已经关闭了。那么车子是没有办法发动，也非常无助的在加油站徘徊。那么大宇的派出所员警巡逻的时候，就发现这名男子，并且向前询问，才知道机车没油了。那么警方也立即到2公里外的酸干加油站帮忙买油，协助加油顺利发动，让这名男子万分感谢。玉里一名何姓男子半夜刚从赤客山下山，发现加油站已经关闭，车子已经没有办法发动了，很无助的在加油站徘徊。大宇派出所员警巡逻经过，看到觉得奇怪，停车才询问，才知道机车没油。是都回来吗？还是说有这三组？这三组今天回来了，没有。就这个时候可以上去而已啊。平常呢？平常都有帮他做那个。警方立即到2公里外的酸干加油站帮忙买油，协助加油顺利发动，让这名男子万分感谢。这个山回来，是吗？那我们先上山工作。哎，对。OK， 你们过这个菜场。玉分局提醒民众，在驾车外出工作的时候，一定要检查灯、油、水、电等等，平平安安出门，才能够快快乐乐回家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